大家晚安，今天星期二呢，就是军事行动，跟大家又见了面。在刚才预告当中呢，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自己的马仔天龙，他很趣致，今次在他的 眼仔碌碌，还是很有神采，好像懂得说话的对眼，真的相当不错。我跟他聊天，他又听我说话，我又要跟他讲一些有少少澳洲口音的英语，令他有一种归属感。果然就是反应 是不同的，因为他小的时候就他现在都是3岁而已，他一出世他已经听英文，来到香港之后听很多人讲广东话，这一段时间是习惯，未習慣、未完全習慣之前，必定咧就係你同佢講翻啲鄉音咧，澳洲嘅英語咧，佢肯定會同你嘅即係個溝通會好啲。我就同佢講：，嗱，你努力跑啦，你如果跑得好嘅，我哋大家贏馬咧，大家都好開心嘅。咁希望可以大家一齊共同進步，好唔好？咁我講嘢嘅時候佢就很靜心留意聽我講嘢，我亦都話俾佢聽。但係你跑得好咧，我一定對你更加有期望，更加好好對你。將來咧，你可以跟其他嗰幾隻退休馬咁一樣。首先去雙魚河啦，咁如果係是 有興趣繼續研習做這個賽，即是那些叫做馬術馬，做這個花蹄那些 dressage show jumping 做得好的話呢，在那裡又有一個新的一個發展，相當不錯。做完賽事馬再做這些的馬術馬呢，可以有十幾歲、12、13歲，跳到不跳得的時候呢，就再回去澳洲也好，或者紐西蘭延養天年。現在在廖斯寧那裡有兩隻已經是在牧場裡面，就很開心地享受著他 的馬生 的馬兒的生涯。做人做動物大家都一樣嘅啫，希望都係一生就算平淡都好啦，係非常之安樂，係咪啊？喺個一生人中或者一生馬中，如果仲有少少表現的話咧，咁大家亦都可以多分嘅回憶，多分嘅姿彩，唔錯嘅。好，咁今日同大家亦都講下咧。除了一隻馬之外呢，在立法會裏面的工作昨天就很繁忙，一早就已經開了這個民政事務的會議。我就提出呢，應該在香港裏面政府大力推動這個運動的同時呢，必須要考慮一下你抌個即是那十幾二十億下去呢，必須要想想可不可以令到它有一個即是自負盈虧你可不可以令到那個運動有產業化，亦都可以令到大家投入的時候更加會做得好一點呢。在昨天的文件裡面呢，政府是撥注資50億元咧，再去放落去呢一個民政事務局長嘅嗰、那個法團條例。咁啊，根據香港法例1044章咧，成立咗一個信託基金，由政務司司長作主席督導嘅委員會，就係、是、去研究咧，究竟我哋嘅嗰個
sorry， 唔好意思，我唔係講運動，呢個係講關愛基金啊，呢個一條數。我正話講緊係呢一個運動嘅問題嚇。我跳咗少少，跳咗少少心裏邊快。我既然講開關愛基金咧，都唔錯。關愛基金喺2011年嘅時候咧，就已經投資咗50億元落去。咁然後2013年咧又再放到100億，咁啊去到有成150億。去到2019年，短短喺8年嘅時間裏邊咧，咁啊雖然係花咗有好幾十億噶啦，咁但係佢嘅嗰個回報相當好啊！投資嘅時候有成43億元咧，係佢嗰個增長即係差唔多成1/3。做咩會咁好成績嘅咧？就因為係佢放喺呢一個存入去呢、這、一個金管局度，咁喺嗰度咧滾存咧就去到而家193億，咁啊中間亦都梗係有錢用咗去啦，亦都係關愛基金啊已經令到有168萬人次係受惠，咁啊特別係喺呢一個咁嘅資助項目方面嚟講咧，都有成47個，特別係咩咧？關愛基金佢嘅目的就係、是。在目前的安全嗰個保障，社會安全的保障的嗰個咁嘅網絡裏邊，未能夠完全照顧得到有啲居民嘅需要的話咧，佢呢一個咁嘅關愛基金就會放錢出嚟去支持啊呢一班係 underprivileged 係弱勢社群。咁啊，而家我哋有啲咩安全嘅社會安全嘅保障網絡咧？就係、是、呢、這個，譬如好似綜援啦，係咪？咁啊，呢、這個綜援計劃咧就係睇下佢嗰個資產啊達唔達標啊，唔達標的話咧，咁就所謂達標嘅意思即、就、係、是，如果你係有錢嘅，梗係攞唔到綜援啦。若然你唔達標，你個財政狀況係好拮据嘅，咁梗係一定有綜援計劃去資助你。但係有啲咧就係、是、三無人士啊。兩頭唔到岸，又唔係有錢，又唔係冇錢，咁但係佢始終都係又 qualify 唔到嚟申請呢一個咁嘅綜援咧，咁呢個關愛基金咧就會給予佢一個保障。咁我哋由2011年政府同呢個商界注資50億元，其後2013年政府又抌多100億落去，夾埋就150億，咁多年來都已經使咗咧都唔少錢嘅，咁啊使咗成70.2億元，受惠人咧人次咧係162萬，去到2019年咧，仍然我哋竟然嗰150億裏邊滾存到去到193億，咁呢個都算係成功。香港係一個你成日彈佢話唔好，但係從客觀數字裏邊的確唔錯。比起世界嚟講，我哋話比上不足，邊度比上不足咧？係咪先？實際上我哋都算係叫做人中人，地方細。住的人口多，但是集中在上來做事也都人都好辦事，很多東西的開支方面來講也都是可以控制得到，間唔中都會被我丙下，就是我們的公共開支，尤其是基建方面來講，好像做什麼鬼東西都貴過人，雖然我有這樣的批評，但是縱觀回整個情況來講，我們仍然都是 doing very good， more than reasonably good， 係咪啊？相當唔錯。咁喺咁情況裏邊，我覺得即係呢一個係一個係好嘅工作，我哋需要繼續去進行推動嚇，好冇？咁啊，所以尋日就開呢個民政事務嘅會議，就講呢件事。咁啊，至於就係話體育啊，同一樣啦。咁啊，政府咧就～在2017年的時候撥款有成600多億，就呢啲係新注入嘅資源，當中裏邊咧就抌咗319億係喺呢個啟德嘅體育園裏邊興建呢個大型嘅新嘅體育館啦。亦都係放200億喺18區裏邊咧，係更新或者係重新興建一啲區裏邊嘅設施，體育設施。咁另外再撥80億出嚟咧，就係做呢一個咁嘅精英發展，當中設立咗有成60億元咧，就係愛嚟做精英體育
嘅嗰個培訓基金。咁你諗下嗱，60亿咧，即係香港政府係咪唔肯使錢啊？肯使錢，要研究嘅就係究竟啲錢係咪跌得準、落得到位？呢個就係一個問題。唔好浪費。如果我哋落啲錢落得準，中間裏邊嘅嗰個行政費用係唔高的話咧，咁我覺得係合理嘅。咁而家究竟高定唔高咧？算係合理啦。嗱，你諗下，佢600几亿，2017年我哋咁樣撥備做基建就已經去咗一半又多啊，實際上500几亿啊，計埋18区裏邊，剩咗落嚟仲有嗰有80亿咧，就愛嚟做呢個精英基金嚟培訓我哋啲年青人做體育，無論你係游水又好，打波又好，嗰度咧都有成。有成幾十六十幾個項目咧嘅，或者個會係受到資助。咁啊，呢60亿裏邊咧就有個基金去 run 啦。另外就有5亿元咧，就係嗰啲叫配對嘅計劃咧。有10亿元咧，就係放喺呢個藝術同埋呢一個體育發展基金。咁所以你已經見到啦，嗰度有成80亿元、85亿元咧，就係咁樣用法。我就見到，我亦都申報你係足總嘅非執行董事啊，咁每年咧就受惠咧，就由2011年、2012年開始嗰個鳳凰計劃，就2000万放落足總嚟培訓呢啲年青嘅足球員啦，提倡本地嘅足球嘅事業啦，亦都係改革好足總裏邊嘅自己行政啦，同埋嗰個架構等咁樣，咁啊由2011年至去到現在2019年咧，每年俾2000万，而喺2015、2016年咧，仲由2000万個額度咧加到成2500万，即係換言之咧，由2011年去到2019年呢8年裏邊咧，政府抌咗成185个 million， 即係1.8亿500万落去。咁我就講，既然我哋抌咁嘅錢落去足總，條數唔少啊，咁我哋都應該或者期望咧，我哋嘅足球事業咧就暢旺，起碼我哋嘅世界排位咧就會有個大嘅躍進。唯獨是咧，就而家我哋嘅足球咧喺世界排位咧，就徘徊喺141至到146之間，窄幅上落。全世界有200个国家，我哋排喺第三个 quarter 后边，即系考试嚟讲，我哋即系100人，我哋考几多咧？我哋就系考70几，啊，即系都算系叫好包尾个橛噶啦，就未至于完全包尾。但系以一个香港咁嘅咁先进World City in Asia。咁喺呢度點解會咁差勁咧？我哋嘅足球係咪我哋嘅人質素唔得咧？唔係啊，韓國仔都得咯，嚇日本仔都得咯，我哋香港點解唔得啊？而且香港即係足球唔係冇市場，唔係冇人有興趣睇，但係點解硬係打唔起咧？踢唔得夠高檔咧？咁呢個必須要諗下。咁我就提出嚟就係話，點解喺呢個時候？我哋仍然都咁固步自封，可唔可以考慮一下，即係俾少少刺激咧？就係既然馬會都已經可以接受海外嘅足球投注咯，啊，即係叫做賭海外波嘅都得，點解賭香港波唔得咧？咁我就問啊局長，局長就講翻嗰啲老調就話，我哋政府係反對呢個足球賭博嘅。喂，你講咩啊？反對足球賭博？呢、这個就係如果你完全係未有馬會去做呢一個咁嘅接受呢個咁嘅博彩嘅時候，你講呢句差唔多咁，但係你已經過咗嗰個水位，過咗嗰個領域喎。仲係我哋設立咗成10亿、8亿嘅嗰啲叫做clinic 啊，驚人哋會試賭得好嚴重嘅時候，有啲叫做病態賭徒。我哋都會去協助佢嚟去戒賭啊，咁樣
咁你都當其時係講話，我哋都係平衡各方面嘅利益，最終都係認為咧係作為呢個運動啦，同埋對我哋香港市民啊，作為消費者娛樂都好咧，多個選項啊，嚟可以接受到呢一個咁嘅海外波。況且由馬會嚟做最好不過，因為有啲外圍嘅嘢，譬如好似賽馬咁，就係因為你賭外圍啊嘛。咁你杜絕外圍，或者可以令到嗰場賽事呢啲病態賭徒會少好多，同埋賭博唔會害親人咁大。再將呢啲咁嘅賭博攞到嘅翻嚟嘅嗰啲收入咧，我嚟做善事。所以話馬會做咪最好咯。所以賭呢一個咁嘅波咧，亦都係由馬會做。好啦，時移世易，過咗成十年八載咯喎。咁我哋見到馬會嘅而家嗰個彩池啊，或者係接受賭嘅嗰個賭注啊，哇，差唔多成40%咧，係來自於賭波喎。以1900億嚟講，40%，4×8，即係差唔多成800億係賭波嘅喎。咁既然全世界嘅波，我哋都嗰啲波攬都去收嘅，點解對香港自己嘅足球係不能夠接受到咧？原因喺邊度啊？哦，因為有人做假波，踢假波，有黑社會或者一啲咁嘅唔合理嘅團體去壟斷，又或者係賭博係唔健康，所以我哋就唔好，係嘛？咁第三個理由根本唔存在，因為你接受得香港市民賭海外波的話咧，你賭香港本土波有咩分別啊？所以呢個第三個理由唔存在。至於話你話有黑社會或者係唔理想嘅組織嘅監控，咁你咪揾馬會搞掂咪得咯，係咪先啊？好過人哋嗰啲啊黑社會去做。咁你估喺海外嘅嗰啲海外波又冇黑社會咩？嚇，冇黑手黨咩？冇一啲係賭外圍波嘅非法集團去操縱咩？冇咩？有嘅，幾時都會有存在，只不過就喺個力度，喺嗰個執法方面嚟講，你係咪恰當咁解啫嘛？係嘛？咩都係有某個程度裏邊咯，能夠控制得到喺安全境界咧，就一樣得。咁啊，至於你話係有人做賭假波。嗰年嘅世界盃，沙華仔巴西對法國咪一樣，係咪先？嗰啲咪一樣打假波，係嘛？假波幾時都有㗎啦，只不過又係咩程度啊？賭馬都一樣啊，賭假馬係嘛？勒住啲馬唔去，咁但係你嘅規例同埋嗰個管理要做得體，同埋恰到好處嘅，起碼都將呢啲咁嘅危機都減低。咁所以我覺得即係而家呢個時候咧，應該要去重新檢定或者考慮下，究竟係咪適時嚟去做呢一個咁嘅研究下呢一個本地嘅足球賭波合法化啦。咁我就建議應該要早做檢討。咁啊，唯獨是咧，啱啱咧，尋日咧，我提到呢一個咁嘅動議嘅時候咧，咁啊過咗時，咁啊喺加時討論嘅時間裏邊不能夠提出有咁嘅動議，咁我 miss 咗大概3分定4分鐘，真係唔好意思。下次我哋再提啦，咁個動議我再寫靚少少。但我覺得應該我哋要喺呢一方面要解放一下自己，唔好成日咁即係庸人自擾，或者睇唔起自己啊，或者對自己嘅本地足球有咁嘅，但係有咁有色眼鏡。只要能夠係小賭怡情啊，避免大賭的話咧。的確係會引起市民嘅嗰個共鳴，對每隊球隊有啲咩期望，落少少注去嘅時候，哇！咁個人都唔同啲啦，都會慾緊好多啊嘛，馬手仲進場去睇下波添，係咪先？所以我覺得應該呢一個咧係需要去認真研究。我應承大家就下次我會喺呢一個工作方面講咧，提出一個動議，咁啊跟住就開呢個發展同埋呢個民政事務聯合一個咁嘅小組嘅會議，就係要跟進舊樓重建嘅問題。咁啊呢一個亦都政府咧係投放一個新嘅資源去
要睇下呢一個樓宇更新行動嘅 2.0 版本，希望確保得到咧，就係呢啲咁嘅三無嘅大廈，目前有幾多棟呢啲咧？全香港有成35,000棟大廈，咁但係接近係有50年或以上嘅樓，仍然都有成啊，有成3,000+好似話5,000棟到。咁嗱，呢一啲我哋應該要點關顧佢，要做好啲咧？咁呢個亦都係啊，尋日討論裏邊咧就其中一項。咁大家會記得，早喺呢一個幾年前咧，我哋就設立咗呢一個樓宇更新大行動，要強制咧就係30年就驗樓，10年咧就驗窗，要減低嗰個咁嘅樓宇失修嘅情況，而導致到咧出現呢一個安全問題。咁啊，嗰個經過幾年之後咧，累積咗咧已經有相當嘅經驗，而家咧亦都係將呢一個樓宇復修嘅嗰個咁嘅行動有個更新版咧 2.0 咧就推出，希望就可以就住呢啲更加舊嘅樓嚟去加強，係去研究下佢哋嘅嗰個樓宇結構安全，特別喺邊幾方面啊，係個消防啦、lift 啦啊，同埋嗰個修葺方面，你應該要睇好佢。如果唔係咧，啲外牆嘅嗰個批檔跌落嚟揼親人就唔好啦，係咪先啊？如果你個 lift 咧係 short 起上嚟嘅時候撳佢啊，佢唔停，咁點算啊？或者坐住個 lift 嘅時候，佢會急速下墜，咁又點算咧？呢啲好危險噶嘛。咁所以就提供呢一個咁嘅ULA 就係呢一個咁嘅市區重建局咧，就提供一啲資助咧，就希望可以咧就給予咧就係一啲指導佢哋應該係點樣做譬如好似有邊啲專家可以幫佢哋手亦都有啲乜嘢貸款可以去貸免息，咁啊呢啲咧亦都係一件好事。尋日我亦都係做環境事務委員會嘅主席咧，亦都係討論咗幾個事情，咁啊亦都係好開心咁樣咧，就個 meeting 咧就比原先嘅嗰個時間咧都早咗幾分鐘完咗嚇。咁啊係加時嘅情況下，因為尋日亦都有段時間要停一停止，因為我 meeting 開到即係差唔多尾聲嘅時候咧，隔離房一號房咧就係就住陳建波又俾呢個咁嘅郭小人咧就係、是、動議不信任動議，又話要摟佢走，唔准佢做呢一個咁嘅呢個財務委員會嘅主席。但呢啲係好無聊嘅嘢，專係呢班咁嘅飯桶去做。佢哋冇嘢嘅，佢製造聲音。本來就係聲討大會，變咗係清許大會。咁啊，你又同陳茂波陳建波呢一個我哋嘅財務委員會主席嘅塊面咧，仲要貼光添，貼金添。咁佢哋嘅 tactic 咧好簡單，真係佢哋不在乎於高深，亦都不在乎於做嗰件工作是否有成效成果，但係佢過程裏邊攞到個效果就得啦。係乜嘢？係做 noise 啦，係搶出風頭啦，吸眼睛啦，就呢、這個就係佢哋嘅伎倆。佢哋無他，佢哋即係一種變相嘅自我完善，或者係解答自己存在嘅道理係乜嘢啦？就一定要搞搞震。既然 A 我永遠冇辦法做到執政黨 ，B 有好多嘢咧，即係要決定嘅時候票數唔夠人冚，即係斬搞。And C 好少可有任何咩動議過得到。過到關，因為佢票數唔夠。咁喺咁情況裏邊，唯有咧就係發揮最大嘅拖拉機作用，喺好多嘢係唔係都要拖。而拖嘅時候咧，就問啲問題咧就係係好多時係無謂啦。有啲問埋即係你阿爸係咪男人啊？你阿媽係咪女人啊？喺今時今日嚟講，即係呢下嘢都幾擲世，係嘛？有陣時真係阿爸好似唔係男人，阿媽好似唔係女人。咁啊點解咧？就係佢哋要製造好多啲新穎有創作性，但實際上係擾亂咗我哋嘅生活嘅某啲嘅節奏嘅一啲問題出現咗。咁啊，佢哋
就尋日動議呢、不信任陳建波，最後大家都已經係已知啦個結果，梗係過唔到關啦。不過佢哋中意玩，冇辦法。咁嗱呢一方面嚟講，有陣時咧就係唔到你唔服，咁佢哋中意搞呢啲嘢，咁佢哋亦都係好團結啊。總之一個人一方有難就百方呼應，而建制喺呢一方面嚟講就第一。唔做呢啲無謂嘢，係一定要一做咧，就一定有成果。咁所以佢哋往往就係俾呢一個建制派嚟講咧，就俾呢一個泛民嚟講咧，就輸蝕咗。再加上一樣嘢就話，因為人哋都已經係咁樣癲，咁樣拖啲時間，咁樣就消費咗。咁所以建制派亦都唔跟佢哋呢條路。如果就再同你喺度噏多兩句嘅時候，我睬你都傻咩？係咩？但偏偏就係你唔睬佢嘅時候，咁佢就好似獨佔呢一個大氣電波有呢一個話語權，搏命講。你知啊，希特拉嘅嗰個宣傳部長阿茂阿壽就話：只要係你肯講出100遍，就算呢一個咁嘅係一個大話都好咧，都可以成為真話。咁呢一個就建制裏邊喺呢方面咧。就的確係輸蝕，俾人哋講車100次大話，咁啊講咗咁多嘅時候，咁你變咗就起碼即係佢嘅聲音周時存在啊嘛，洗腦啊、洗耳啊，都洗得行啲啦，因為你冇出聲嘛。咁啊，自從我入咗嚟立法會之後，我都唔係我都要奉陪嘅，咁啊，所以硬着頭皮，雖然自己係一個比較孤單的聲音，但係好過完全。正如深海粒聲都冇，間唔中都可以攞啲水炮嚟射射佢哋，即係我意思，我口若懸河咁樣嚟講出嚟，同佢嚟去頂過，哪怕佢呢、這個鄺俊宇或者係呢一個咁嘅歐樂軒我一講嘢咧，咁佢哋班友仔就起身就規程問題，規程問題，規乜鬼程啊？咁但係即係證明係咩咧？就係、我哋呢邊唔出聲。但係佢哋平時已經出聲講啲嘢都好過分，但我哋又唔會虧佢情佢。咁但係當我哋呢度出聲嘅時候，佢集中火力認定認著呢個目標提防假冒。咁啊，總之我一出聲，佢就同我鬥頂。咁所以即係都要做嘅。咁我呢一屆裏邊，我起碼我都夠膽出聲，亦都高興咧。建制派裏邊有啲年青嘅。啲議員都間唔中都會開炮射下，只不過就係冇我咁野火啦，係咪先？咁但係anyway，咁啊，我亦都喺當我自己做呢一個環境事務委員會主席嘅時候，我都盡量提點自己，我係一個主席係一個主持呢個會議嘅人，咁我唔會同佢哋有口舌。咁所以嗰啲工作嚟講，尤其是講到環保嘅問題，大家都冇乜大嘅。嗰、那個分歧呢個唔係一個政治嘅問題，呢個係一個環境保護嘅問題大家都係差唔多嘅理念，咁所以就唔會話有好大嘅火花。咁我盡量俾充分嘅時間，雖然話連問連答係4分鐘嘅要完成，往往可能講到7分、8分鐘，我都係採取一個比較寬鬆嘅態度，亦都喺嗰個層面裏邊咧，嗰、那個環境裏邊咧，推動嘅工作係。從善如流，咁啊，今日同大家講住咁多，嗰啲 meeting 的確係好多嘅，但係正如話齋，呢個係我哋嘅生活一部分，亦都希望可以盡快做好啲嘢佢，咁喺逃犯條例嚟講咧，6.12咧將會都有幾大嘅衝擊，不過我哋唔怕，我哋亦都已經有曬心理準備，唯一我喺呢度呼籲咧就係、希望大家可以更加。團結一致啦，就對呢一個咁嘅工作方面嚟講，尤其是如果有人喺議會裏邊搞搞震、破壞呢個紀律嘅，我哋嘅嗰個呢一個 House Committee 咧，應該要係好斬釘截鐵，係好認真其事，要追究到底。咁所以上次咧，喺呢個逃犯條例裏邊，涂謹申嘅做個假證供。假證據、假文件等等呢啲咧，咁我哋應該要跟進嘅。
咁啊，我報咗警咧，但係點解差人啊？警方方面講仲唔去拉人咧？係咪先？咁所以呢啲我就會不斷咁樣出聲。咁我好希望咧，就 House Committee 亦都係喺呢件事裏邊咧，正視一下啊，亦都要認真咁樣去呢個互相呼應。既然我已經報咗警咧，你哋亦都可以加把聲報警。咁樣做法咧，亦都可以好有效地敦促得到呢一個咁嘅警方去採取呢個果斷嘅行動。嗱，我報警咧就係5月13日，佢哋做初一，我就做15咁解啫。咁就13日到現在已經係28日，足足兩個禮拜有多，咁但係仲未有個採取行動咧。咁呢下嘢咧，我哋必須要大家一齊啊，好唔好？啊，我哋一定要撥亂反正，破格求變啊，一定要係格走戴耀廷之事，亦都要去拘捕呢個陶謹申啊，起碼要捉佢翻去差館度熬佢。我自己都已經用咗8粒鐘啦，起碼熬佢都24小時啦啩，係咪先？咁點解啊？邊個做嘅？係邊個主使嘅？你嗰個咁嘅秘書係做呢啲嘢啊？喺咩情況下你指示佢等等，呢啲要跟進。如果唔係，你又只不過就係人哋猛喺度喐你啊，東奔西跑走去 Washington， 你又攞個鏡頭望望，又回應。唉，點解我哋啲議員又會走去嗰度唱衰香港？你唔放佢出去，佢就冇得唱衰啦。分明佢而家已經俾個位你上，佢已經係嚇。即係做咗假文件同埋破壞議會嘅嗰個秩序，阻撓議員出席呢一個議會啊！咁仲唔拉人？咁你仲同佢癲埋一得？佢講乜你就喺度回應，費事添啊！我另起個戰場，我就踏咗你，你以後咧喺呢一度啦，即係我揾人招呼你啦，係咪先？咁所以其實好簡單嘅策略，你使唔要跟住佢嚟講佢嗰啲嘢，你就要在這裡開了個壇，滴他過來，他要講你的話，沒得走的嘛，是不是？這麼簡單的事，經常驚頭，船頭驚鬼，船尾怕賊，做事不行的，這樣。所以我在這裡再呼籲，無論是我的 follower， 有大部分，即他都很高興何君堯能夠這麼坦率，即是告訴大家，我們怎樣行一步，啊，就變成不用去四處索料，直接在這個 station 裡面呢，你已經聽得一清二楚，你驚嘅你又執定包袱，你唔驚嘅咁你又攞埋張凳嚟坐喺度慢慢聽我講股，係咪先？所以我就即係我係好鬼坦率嘅，我好中意同大家分享下我自己嘅睇法同埋有啲工作嘅經驗，有陣時仲可以攞埋嗰個水晶球出嚟同大家預告下係有啲咩事情發生，咁變咗大家會互動性咧就會好強，係嘛？咁啊，嗰個會生貴好多啦。咁今日同大家講咧，我唔作呼應回應我呢啲fans住先啦。咁啊，留翻遲啲講。咁啊，禮拜三聽日咧就係開呢個立法會。咁啊，下個禮拜咧就仲更加過人緊張，好唔好？咁啊，今日咧就同大家講住咁多。我哋會撥亂反正，破格求變，格走戴耀廷繼續要。同埋要執住陶謹申嚟熬下佢，叫佢即係聖靈兵咁得，好唔好？多謝。